好好吃哦。要干脆吃味道。啊，就是把它做一个鲜奶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个，你为什么睡这个？好不好？嗯。两个球。做两个球，你为什么睡这个？啊，很好。如果好。这个蟹到底是什么蟹？大虾仁，大虾仁，好好吃哦！我觉得这只最可爱了，这是你做的吧？对，嗯，很棒哦。这我吃，你看大鸡这个煎的，嗯，好好吃哦。这个是煎煎，嗯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它的头，这是它的头啊。哦，不是。哇，这是。把它拆一拆，这是爸爸，这是爸爸，这是熊爸爸，嗯，这是你睡不着吗的熊爸爸，是不是？嗯，哦，我又不想做这个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下次做一个好不好？好，下次做一个。那这个是什么？很会做。你很会做哦。我一下子做，然后就做一个了。这样子做。嗯。爸爸都没有做过哎。下次要不要滚？好，把下次滚，下次跟你讲做。会手脏的就要去洗澡。手脏了之后就要去洗澡哦。嗯。哦，它会粘在你手上，是不是？嗯。哦，然后呢，这样子揉一揉啊，放好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嗯。要不要去做什么事情？要拿去做什么吗？要烤一烤。要烤一烤哦。用粘土做的，用粘土这样做，它烤一烤就可以吃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放在那边，然后就压吗？要压一压。嗯。然后我也去这边压一压，然后就可以了。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做一个。